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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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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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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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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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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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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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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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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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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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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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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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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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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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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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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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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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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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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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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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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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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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有一位呢，赵博士啊，中医，他就说他对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就是有这样子的信心。他的信心不是因为啊，他看了很多的书，而是啊，他从很多病人念佛得到利益啊，而有所启发。他就说呢，往往啊，那些没有办法治好的，像呢，有些病人说，晚上啊，常常呢失眠，或者是说呢，常常啊梦到啊死去的人的，啊做噩梦等等的，那这些人念佛的效果啊就很大。他说介绍啊，病人念佛，比起以前呐、啊，他用的那种啊医学方法啊，譬如说给失眠的人呐 啊介绍一二三四啊数绵羊的效果来得还要好。他之前呐、啊，常给那些不能睡觉的病人呐、啊，算绵羊哦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哦，失眠就数羊啊，数累了可能就睡了。但是很多的病人呢，还是没有办法啊。有些病人呢，数到天亮啊，数到一千只啊，都还睡不了。所以呢，郭听说啊，念南无阿弥陀佛很容易殊胜，就试试看，建议这些特别的病人呢来念佛。没有想到效果还真的不错。他说呢，他有遇到一个病人呢、啊，给他印象是最深刻的。这个病人呢、啊，血压是不大正常的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就梦到啊和自己啊过世的亲人呢来往。那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话、啊，就会感到很累啊，累了就生病，病了又不能好好睡啊，晚上一直呢还要做这样子的噩梦，可以说是一种啊恶性循环呢就对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赵博士有经验了，直接呢就劝他呢念佛。但是这个病人说他是无神论的，就是他不相信这些的。那赵博士呢很有智慧，他就说我都没有叫你呢要信什么嘛，我只是要你念佛而已啊，就像我给你吃药一样，好，给你药吃，你就把它吃下去呢就对了，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，你就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当做药啊来念呢就好，我又不是叫你呢要做什么。那这个无神论的病人呢、啊，听了以后呢，觉得很有道理啊，就这样试试看呢、啊，开始念佛了。那过几个星期啊，复诊的时候就问他的情况，那没有想到呢，这个病人就说：“哇，南无阿弥陀佛呢，还真的很好用。”
因为当天啊，我念佛以后就少了很多死人的噩梦，所以我继续给他念佛能念三天。更没有想到三天以后我再也没有梦到啊那些东西了。赵博士呢，他是遇到很多这样子病人啊念佛改变的案例，但是他说这个案例啊让他的印象最深刻，因为连一个不信佛无神论的人呢才念佛三天，效果就是这么明显。所以呢，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。天亲菩萨说的处者生圣乐啊，过家山临陀，就不管什么事情念佛都能够得到殊胜的安乐利益。前面呢、历史上的渔夫啊，你看捕鱼念佛啊，好，这位现代的医生给那些没有学佛的病人呢念佛，但是大家通通啊都得到利益了。哎，我们看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啊，他们也不是佛弟子啊，也不是佛教徒啊，连阿弥陀佛是谁啊都不知道，但是就这样子念佛呢得到好处。所以有时候吼，我们劝人念佛呢要会劝啊，不要一下子呢给他们讲一大堆的道理啊，一大堆条件的。哎，不要整天说哎，你要这样那样才可以念佛，一般人听到你讲这么多啊，他直接就不念佛的多了。哎，你需要跟他们直接说念佛没有条件的，你现在当下念佛，阿弥陀佛当下就加持你，这样你就把南无阿弥陀佛介绍出去了。他们不知道啊也不要紧，有念佛他们自然就得到利益。天亲菩萨讲的处者生圣乐，过家山临陀，就算呢他们现在有些习气改不了也不要紧，你就先给他们念佛，有不好习惯的人念佛啊，坏习惯啊也慢慢的就改变了。像有时候听到灵友说啦，哇，烟瘾很重啊，以前太太啊叫他怎么戒啊都戒不了，结果呢来念佛了一段时间呢、他不用人家说啊，自己呢就把他戒掉了。那就算呢我们讲啊，真的呢改不掉全部呢也好，我们凡夫确实是没有办法全部改掉习气的嘛，因为我们终究是凡夫，但是呢最后呢我们得生净土，自然全部啊就清干净了。阿弥陀佛鱼故事里面呢、这个人呢、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你看这个渔夫老人家念佛到极乐世界以后啊，是坐着莲花回来的，我们看这多殊胜啊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。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就是处者生圣乐，就是凡是接触到南无阿弥陀佛的自然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自然得到弥陀护念的利益，自然得到呢弥陀的救度。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啊，加持力，哎呀，不怕呢不把他们这些人啊都转得过来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